残留一大段时间没骑车，今天小小热热身。这边有一家，是不是全球全国最小的农会，在巷子里。小小的上下坡，关庙国小。到啦，关庙的山西宫。进去看看，第一次来耶。有空再来细细拍摄。有经过就拍一下吧。这是大东夜市，哦，今天超冷。哎呀，日本人拍的章鱼烧。